恁爸讲，从无要考试啊，叫我来甲加强一下啦。伊哦，还佫倒伫眠床顶呢。不过安尼嘛好啦，紧甲学起来读册，无到时考袂着，会写阮爸爸的面子呢。安尼你嘛会使加赚一寡钟点费啊。喂，耳鸣啊？是啊，我拄仔要出门。嘿，好，我今日真济。
全部的资料拢无啊！哦，我落去停拍。你来啦！什么样子？作妖个作相！啊，你下个礼拜资料整理出来未？本来都要好啊，啊，结果我的电脑宕机，害我全部资料拢无去，都搁停拍了。哦，是不是错过都还未出来呢？啊？啊，我就想讲，把资料拢整理真多，甲斗阵做啊。会滴是后礼拜才要滴啊。后礼拜？那会使你马马虎虎嘞啊？这个案是后礼拜。咱的投资成败真重要一个 presentation 呢，啊，你上少今仔日初稿嘛爱做出来，啊，家己小安尼演练一下，啊，那唔对的所在都爱修改，安尼唔则有时间通好修改，啊，你拢马马虎虎做工去拢无，安尼遐认真哦，唉，我看你安尼好无？你若无要认真做工去吼，啊，款款的，你辞职转去好了。摕一寡另外来啊！你特别切切来捧出来食。安尼啊，好，安我来切，你小坐哈。小王啊，你来哦、喔。阿姆、哇，几年无看你，变到这样大，哎呦，佮愈变愈水呢。无啦，阿姆。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小王，小王有心的了。这韩国的人参啊，买来给我吃。啊，这条胭脂。买来你抹，外国的哦。安尼哦，哎呦，哪样尔功夫啦？哎，这一定真贵哦。无
无啦，阿姆免遐客气啦。讲啊，你这囡仔，啊人来倒，你看，搁早甲遐尔济手碎啦。啊，安尼啦，啊无你小大只坐，啊我来切切恁过来恁食，好。多谢阿姆吼。小豪，你真有心呢。这么久啊吼，啊拢无甲阮放袂记。阿妈，我细汉时阵你遐尔疼我，我哪有可能甲你放袂记啊？小豪，我听恁阿公咧讲，恁爸甲恁母啊，对啦，啊是啊，都个性袂好啊，伫台北一几年。你每天都在吵吵吵吵吵，我阿爸就说是我阿母的不对，我阿母呢就说是我阿爸的不对，到后面就规分开了啦。我每天在听听听听到很烦的，就规倒来陪我讲啊。唉，真的少年啊，不知道怎想啦，恨冤就冤，恨切就切，拢无为囡仔咧想啦。其实两个拢对我足好诶，我嘛真爱伊。不管以后会安怎，一个想阿爸，一个想阿母，这种关系是永远永远拢袂改变。哇，你又带东西来了！看我落车也不要等三工者，出去三个月都无力，啊想要吃，迄个啦。谢谢啊。哎，太巧！哇，这幅画很浪漫呢，还是一首情诗哎。When I fall in love。你不要唱了，我失恋了。哎呦，莫食迄泡面啦，会变有来，我咪讲，吃这啊。是讲，你哪会早遮侪物件互大家哈？我逐日做就食啊。干嘛呢？无事不能三宝殿啊！你是毋是搁有代志要麻烦我哈？是啦，讲正经的，我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拜托。我就知，唉，等一下啦。喏，多谢多谢。哎呦，拜托的嘛，礼拜日好啊，好不？耽误啦，你有够无？唉，好朋友互相斗相共。莫讲着钱啦，我甲你保证哦，你若真正要做女强人啊，你都要较用心嘞。我无可能永远缠住你咧学校时阵，甲面子照，甲你斗相共。哼，你哦，即马讲话开口，讲爸爸就是诶。干嘛呢？当然嘛是啊。啊，好啊好啊，啊你毋是要去约会，要去食饭，紧去啦。这样物件，我甲你看好势。讨厌，多谢你哦，拜叔拜托啦，阿你快去啊哦，拜拜。拜拜。你今仔日穿这身衫，是足气质，足高尚。我叫你晚来，你拢袂生气哦？嘛无要问我是啥物原因？我哪会生气？美女若是要晚来，就算讲有千百种理由，拢是在原谅的啊。假使讲你想要甲我讲，你自然就甲我讲哦。
烦心的。你知影，为了要准备阮爸爸要开会资料，我准备要规个月，这么简单要传好啊，竟然电脑宕机，害我全部的资料拢无去啊！好，阮爸爸谢谢你啊！你有在听我讲话无？无法度啦，你目睭实在是太迷人啊！我干那会当专心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专心看你的目睭。你出世就是要做好嫁人的小奶奶，哪得这样辛苦去工作嘞？我才不爱做一个大花瓶。No！ 你根本就不是什么花瓶，好不好？你是一个美丽的公主 ，My princess，you know。过多的赞美也是一种虚伪 ，you know。好啊，阿爸，过看看。哦。哎，好安尼噻，啊，好安尼噻，好，嗯，来，这副啦，哦，这副哦，歪一边啦，哦，电脑你挂袂好势，你，好，来试试看卖，哎，你想煞调整下。你唔通带来拗落呢，你拗转去就报销呢。我知影啦，阿爸。你来创啥？我目镜歪歪，阿英你甲调整。你敢会晓？会啦，真难简单着。阿爸，你看敢有食？啊。我够。哎，会用的哦。嘿嘿嘿。阿兄，你毋是讲你要考试，考煞未？考完啦，考了敢好？爸，我想要买参考册。哦，参考册哦。买啥？买啥参考册？不差人的钱。阿母，阮同学拢有甲我无，过一个星期差足济呢。啊，你阿娘甲同学借来看哈。迄个煮个米，一本啊一本啊贵三三，啊若要卖吼，拢千斤个一斤一块，要哪算会好啦？你若要做人讲哦，精气水，免点么啰里啰嗦啦，遐毋是开了你个钱啊？你是，哎。阿玲啊，我迄个回啊单吼，我字我拢袂晓写，写出来那回把你了，你定加抄。哦。你若要虾啊，你缀一堆敢若山的哦，一工啊，你用甲你倒了了。你呸呸呸！你再去用倒嘞！我缀回是用我的钱，无开了你的钱，你阿管？你这糟人哦，你无好啦。阿爸，好啊啦。对，我也有啦。你是怎样哦？你是吃了恁阿爷水烂烧啦，乌鲁西啊体啦，你明仔带因去问。这是啥？
这是我讲伊开的作品，你帮看卖。嗯，这有机关呢，那较趣味啊！你若想着要做这個，这是我看电视剧内面有种武器，啊，我感觉真趣味啊！拄好这边老师讲要自由创作，我想讲做看卖，拍完分数，跟和你做着久哦。多谢，快去看去，啊！哈哈，你东方不败，我邓国清既然给你暗算，安怎？你即马知影葵花宝典厉害吧？哈哈哈！哎，好啊，卖算啊啦，你拄洗好，再用卖算。哦哦，卖你吃，卖到啦，你嘞，卖你吃，我一定卖。哎呦，我做，哎。哎，就给他玩。喂，阿兄，功课今麦安怎？伊哦，还阁算用功啦，袂歹啊。伊若熬读吼，就可以继续读。这社会走到底拢需要学历啊。嗯，阿爸嘛是安尼讲。啊，这个月是小月。恁兜戏班接戏接个安怎啊？本来还够二十几工啊，啊，不过阿爸唔肯跳脱嘞，即卖干呐剩十几工尔。你嘞？你敢有找到好个头路？我有去找啦，啊，不过薪水拢伤低啊，啊，不如我兼三个赚搁较济嘞。嗯。啊，我时间到，明个讲啊。阮朋友有拜托我客诉，我要赶啦。啊，你也记得哦，有闲定去看阮妈呢，吼。我知呀。拜拜。接下来呢，由我跟各位董事报告。半导体 IC 产业目前做的市场调查报告。那在这个半导体的 IC 产业当中呢，总共可以分成两大类型。第一个类型呢，就是利益导向型，是以产品创新为重点。目前这种类型的创新绩效呢，高过同业3%以上。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规模经济型，是以争取经济效益为重点。一般的企业呢，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导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再看下一页。在下一页的部分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哈，综合上述所说，本公司是属于这种利基导向型的事业群组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目前的获利绩效呢，已经高过同业的3%以上了。现在我们看到呢，就是这两种形态，它6个月到1年的哈，它的目前的这个走势图。在这边呢，大家可以发现哈，本公司的前景非常的看好，在半导体的投资方面呢，也即将呢获得非常好的绩效，也希望各位董事可以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再见啊。那 presentation 叫什么来着？老师讲。啊，那我拜托志宏来打字。志宏。志宏对 ICU 那行人，那不是外行人，你当嘴啊？伊本来拢不是外行人啊。伫大学时阵啊，伊用4年时间，都甲经济系甲资管系双学位摕到呢，足厉害。那。这次又是走义工咯？无啦，我有请假物件啦。请假物件，爱好好感谢感谢，啊，调一个他学学物件。是。天啊！嗯。
等你再看啊，请嘉宾。用到几工啊？什么时阵去恁遐考？考到三工。那你就爱考呢？考到有得啊？我惊我考袂着上着。你考到私立嘛，不要紧啊。你若想要考哦，下回你唔要烦恼。袂用的啦。我看着厝内底白马顶面愈来愈少，我知影你甲阿爸愈来愈辛苦，他厝内考袂着上着呢。我就不爱听，找一个头路，甲阿爸斗赚钱。这个月是小月，本来就无啥物事啊。你哦，我做你的学生，歹莫想遐济啊。你呀。爱唱伊是要唱到啥物时阵？我嘛唔知影。阿兄，你顶下爱读到大学，莫参像阿姐咁快无学历，换一世人去哦，都袂有出头。我看你规气去台北嫁着这样哥哥就好啊。哎呀，你伫学袂讲啥哩？阿免歹势啊，我也袂帮讲啊。林志宏爱老少欢，伊两个要结婚。老爸，你老袂讲哩。林志宏爱老少欢，伊两个要结婚。送哪里去？我顶。爱红椒。喏，这是我哦，要给你的，多谢你的感情。我要跟你说多谢才对啦，你给我机会赚遐尔啊侪钱。哎，是讲今日你哪会着替我甲教授请假啦？若要食饭，明仔载中途敢袂用的？哎，你伫教授遐一点钟才赚150块，你想要赚多少钱？要赚到啥物时阵啊？无法度啊，我找无我喜欢的工课。卖来这套，你电脑不是真高。顶摆阮公司伫欠人，找你来，你还阁嫌钱伤少，无爱来嘞。你也毋是毋知影，我有真大个经济压力啊。你哦，目前个状况，敢若股票差底线共款，敢若看落眼前个利益，看袂着将来。你家己爱想个清楚，我是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啦。只有请你食一顿好料个。你哪会拢无爱讲话？无啦，我是伫咧想哦，吼，白白了一暗，足无彩。拜托诶，你一暗才赚450块尔呢，莫一日到暗今仔想要赚钱。你要适度娱乐，才能够身心健康。450块嘛是钱呢。你说呀，我是个办代志的吼。你慢慢来接啊。头家啊，我来伊要一个铁钉啊，甲油漆，伊要派人来收你的啊。哦，安尼啊，偌济？等下啦，我是买台就甲你算啦。哦哦，好，好，我先来啊。好。唔通学白开钱，啊唔通交到歹朋友，你知无？嗯，我知啊。阿伯上来啊！你食饱了？嗯。阿爷啊，阿爷，来，1000块，阿姨做收。唔免啦，我阿爸有啊。
恁阿爸是恁阿爸，我给你的房屋，我给你的，来，我身躯够啦，阿姐多谢你。阿姐，我要摕啊。你摕啊，一千块，你来弄啊。我做时代人摕钱，互囡仔开，敢有啥物着？慢慢摕到一千块。有遮巧，遮好读册囝，我欢喜啦。你死啊！你乌白讲啥？你无感觉？伊真正有较幸福。食到饱啊！阿爸，好啊。拢看好啊？嗯。阿三都交着无？有啦，阿爸。好，行行行。阿燕啊，等一下啦。你看，昨昏叫你收我好，你讲好，啊结果嘞，搁袂记得。迄只。啊。伊哦，爱叫，大家爱叫。好。阿谁个？嗯。食无头前啦。阿爸，听较细哩哦。哦，好啊，好。哇，你过真好！爸，阮食较好诶，阿妈卖食较济。好啦好啦，你甲囥后壁去。爸，我头家问我要签无，还是要签啥？哎，你签大家乐。大家乐，啥物是大家乐啊？你问遐济要创啥？迄个跋筊哩。你是毋通跟人签无？你若甲恁老母共款哦，我是甲你修理我，你讲。我知影。签咪落牌，哦，即摆怪为我车来。啊，讲我咧讲，你倒一摆痟会死来哦！看在今日对咱头前来爬过。有啦有啦，啊无需要气干的啦，啊连干才叫阿红哥伊石头公遐爬几支啊名牌，啊唔就好啊。你有看人卖无？空三、空五、空四、三三、三四、四空。好，我再念一次给你听吼。空三、空五、空四、三三、三四、四空，哎对无？对啦吼。好好好，多谢吼。签十六支牌啦，连钓甲一支都无啦，你搁讲句啊啦？你哪说你家己在做呀？没有啦。爸，啊，我着死车啦！门啊，门啊！你来，我来讲。无啦，你后尾门啊着无啦？有门啊，门啊无臭味人啊啦。没有。三叔，三叔，叔公，我讲你说，叔叔，叔公，三叔，叔公，弟叔，三公。姐姐，哎，要死了嘞！没有。三千四斤嘞。两千个六万嘞，我咧着二十外万啊，要我三十万嘞，疯啊！嘿嘿嘿嘿，囝，嗯，啊你咧，甲你妹安怎友好？
菜一盘。啊，嗲你都嗲，哎，嗲你都嗲出来，嗲出来，嗲出来。好，莫啦，你到后边来。要不你别说你，你社会真叫你不白帮助你。别讲了，伊刚叫你签的，我签无。我你搁干么？我出去才签的。哎呀，我你讲。你一定要爱干么？哎。哎对啦。哎。阿红呢？阿红哦。阿红啊！阿红哦！阿红！阿红！阿红啊！哎呀，谁啦？我派人。恁找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，就安尼啦，阮大家吼想讲要坐来去吼，就我讲遐吼，看明白啦。哎，迄囡仔人讲的吼，就准啦。嗯。是啦，我讲的，我讲的准咧。对啦，准啦，姚总就是听伊的牌，当签就是车咧。来斗三工来佚佗的，我是来斗三工的，我可手搞的呢。卖遐鸡毛哦，其他半手的红鬼。我哪有鸡毛？我真正会香呢。好，你这大嘴嘞。对啊，我从透早就来斗三工的呢。安尼。红妹啊，你归来完请。安尼吼，卖看加入这总经理要请我无啊？啊，你不是讲查某囡仔免做工课，还找一个按价格就好啊？像做这行过啊！快来啊、喔！我无你烦哦。孙伯啊，阿妈，今晚讲啥？啊，大家讲啥啊？阿红，阿红，安怎啦？来啦来啦来啦！啊！要创啥？我来讲，你刚报迄名牌有无？讲句哈。嘿，真唔呢！我跟你讲，我一看你就知影，我运气就来啊！哇吼，就死去了！不要！哎，我讲啊，细声，我听有啊。江小英啊，来说一下多谢。要甲我说多谢？嗯。要安怎甲我说多谢？看你啊。看我。嗯。哎，你讲看我呐，要甲我说多谢啦。看我。好啦。来。来宾客气哦，尽量吃。阿妈，上盖红尘啊！阿妈，王客。啊，媳妇，坐我边啊，敬一个哦，甲大妹给你吃。不要紧，也是你客气声。啊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赞赞，偌赞有啦。来拢有啦，退退退。今仔较上好啊。啊，这老啊，食这唔老要紧无？不要紧啦，喊你几时食一片啊？好吃。哇，嗯，哎，哪唔吃？啊啊对吼，靠呀，我煞袂记，你无咧吃这个啦。无管你要吃啥啦，好，我替你传啦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我想要吃饱。哦，太顺利，我看你到时要吃啥吼，你再点。不要紧。好。林老板，放假？无啦，迄安全好食。好食。好食。你若爱食吼，我来叫阮老爸吼，包一捆啊猪啊，专门咧饲红鲟的。啊，看你当时要食吼，拢送互你食，好不？有听到无，林老板啊？伊特别孝敬你吼，专工要饲红鲟呢。哎呦，准备啊！我若是你吼，我会改饲红鲟。功夫嘞，我煞歹饲了好，那得他妈炒把饼咧饲红鲟嘛。喏、哦，这差真多哦，红鲟较会趁钱啊。哎，今即马请客，拢留两声，请两下红鲟。啊，你迄煞把鱼，哎，算金的呢？
红针算正的，你唔通看这哦、喔，这一只要200块。啊，200块。对啊，200块。你免惊，你要吃哦，做你点免客气哈。我这拢有啦，你拢吃，吃吃吃。吃啦。拢人你看，嘿啊，细只细只个吼，我这人真济咯。奇怪嘞，要讲我特别请阮阿红啊，阿卡咱做伙请，你够贵嘞。透过规模，我还阁唔知，迄姚总啊是要烦恁阿红，伊咧做梦嘞，卖笑死我。阮阿红啊，来陪恁家我嘛，佮差不多，安怎？干两个上车对象。什么千岛湖事件啊？啊，那无就是什么南澳也空难、啊。啊，这报纸一日干拢头版头条啊，顶啊几个月啊，是无别项通个顶啊，唔是啊。什么？哎、欸，林老师，阿柯啊，哎、欸，来，坐下。就要挖岛啊，啊，咱做一只中岛就转去，好。唔免啦。免客气。我听阮丽如讲，讲伊迄一日的 presentation 是你帮伊做整个 program， 哈、啊？是啊，真好。我搁听丽如讲哦，讲你伫大学四年的中间，伊是主修经济，另外你搁副修迄资讯管理，是安尼先？啊，你四年拼两个学位哦。啊，了不起！我就想讲，有时间我就加读一挂啦。嗯。啊，我妈妈生活过了，毋是真好。嗯。加读一挂，都用加赚一挂。嗯。啊，好妈妈过较好生活。真好，你的想法真健康哦。啊。咱人的一生啊，出世是无法度家己来决定的啦，吼。但是呢，咱的未来啊。是完全啊，家己来打拼、奋斗出来。你只要努力、奋斗、打拼，一定有你的将来啊！干万那西哟，啊！哎，手艺太好了，哎，真要地方我做阿杂的呢。哎，少爷，等下鱼来看山吼，我中正堂内面哦，有选菜多滴，等下吼，当地阿食啦吼，啊，阿舅啊，阿带一下兄弟阿食滴啦吼。哎，来，你菜上。四季明白，那是姚总啊好运啦！啊，四季明白在我身躯边，搁唔知通去签啦。好，啊，做阵坐到坐嘛，摕来开卡的。好啊，无问题啊。再过几三分钟，还无意思啦。哎呦，讲安尼啦。啊，现在我无意思，
我今日也无意思，今日到我这厝去好伴。暗时还阁办对了。我才无咧跳脱离舞。哎呦，我知影啦，我唔是叫你团来找我脱单对无？这是我家己开钱哦，啊，就唔咧劳力者，啊，十分钟就好啊，你唔咧？免讲十分钟啦，他比我你慢点消停啦。无啦，你免起来，跳者是死掉啦。你今日我因为啥打电话脱离舞，那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不是对唔对？哎，这一面是我开始大呢，开始上大啦！我要叫你跳都咧跳啦，无你是要安怎？等我鱼做煞，看你要安怎跳？啥物歹看？你看伊，要看脱离舞啦！歹看太看啊！我一面害你啊！落去啦，落去！你落去，落去！落去啦！啊，各位乡亲父老，今仔日英龙社鱼做到这结束。是吗？是，还是？老弟，这边哎，旁边来了，报警徐徐，慢点啦！我这边怎么样？啊？什么事？我这边电脑完蛋了啊！你还敢没电脑？喂，干嘛你这么凶呀？喂，你们干？心